来吧兄弟们，今天在沙滩上发现了一个非常稀有的东西啊，我也不知道它是啥，咱给它挖出来。哇，好像是个什么动物的头啊，哇塞，好像是个麒麟头，也不是龙头了。第一次见的话，老铁给个双击啊，喜欢大海的加个关注，看我带你每天超级超落赶海直播。